嗨 ，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，我的世界啊！我们现在玩的是火焰纯生存无聊版啊，好吧，我们先去看一下啊，这有小白吧？上面不能打开啊，打开全死了，是吧？把这炸了就。这可以蹲着打吗？哦，可以可以啊，加点经验啊，八个啊，八个的话可以吹一下是吧？咱们去二楼看看啊。他们的食物够了呢，他们会撇面包，然后呢可以生孩子是吧？像这个小村民，我的那边还该老多村民了，这是。好吧，这吹呗就啊，熟了他们可能会打。小伙伴们，我现在有个问题啊，什么问题呢？这边你们看到没？这边是梯子啊，他们好像是 AI 是必须得这个全种上吗？还是怎么弄啊？打掉啊你们，我还得帮你种啊。好的，他们这个吃的啊，他们得够是吧，他们才会这个产生新的村民。都给他们啊，没了是吧，捡起来了。这我有点担心啊，他是会那个什么呀，因为这个咱们看一下晚上他们上不上去睡觉啊。他不上去睡觉的话，那咱们就把那个下边梯子给拆了吧。正常应该上去，他不上去好像。这个床呢，他不能再往下低了，是吧？我把这拆了看看啊。我试试啊，我看看把这个床啊放在下边，看好不好使啊？这样吗？我看看床下边能不能走人啊？是不是太远了？上去睡吗？不睡呀、啊，不睡的话我把这拆了啊，多余是吧？他们不会种地了，那就大概这个意思吧啊。这床这么放也不行啊。好吧，这样啊，好像是上不来。我们之前是那个村民是怎么上去睡觉的？好的，我看一下啊，咱们先回家啊。我看看床，我们把这个呢都去喂那个什么去啊，喂羊去，然后呢剪羊毛啊，多放床是吧？剪子在这儿呢，牛棚在哪儿？在这儿呢。好，喂吧啊，这样呗，喂谁都行，来吧来吧，牛也喂吧，羊 OK 慢慢来啊。羊啊牛啊，现在数量开始起来了是吧？没了吗？没了，我开始剪了啊。村民多了是吧，这个各式各样的装备就多了。火焰打算是这样啊，把那个不同职业咱们区分开啊。首先他们得生孩子，反正啊。OK 多少了？13个，这才4个床哎。哎呀，这数量多就好啊是吧。还有没有长毛的？这还有羊毛。没了吗？棕色的是吧？什么床都行是吧，有床就行。差不多了，咱回去吧啊。木头不怎么多，咱们去刨树去吧。我看一下啊。死吧你，骨头一根一根也不够干嘛的，咱们种树啊，种树刨树。我看看这样呗。就这么点儿啊。好吧，咱们需要木头啊，那就刨普通的橡树啊。饿了。慢慢跑啊，别着急。
好像是不够啊。最终火焰这个坑的目的是要做神器啊，什么神器呢？就效率，效率1000之类的啊。先不着急做，等到最后耳是吧？经验修补什么都出来了，咱们再做那个啊。用下界石英不是下界之星换啊，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啊，我只是有这个想法。多来点床是吧？坐不下了。坐不下先拿着吧，我看看啊，这也不要了，这也不要了，丝线有很多啊，我这也能做羊毛是吧？我看一下啊，先放床吧，一楼也放点哈，这样吧，OK， 都给他们准备出来是吧？好，这是两个，那两个是吧？弄得别太挤了是吧，这放错了啊，因为他们脑瓜顶还得放个方块啊，定义他们职业是吧。我对了，我要说要碳分出来是吧，慢慢来吧啊。分不分的我也觉得有点多余。这儿没有工作台是吧，咱们来工作台啊，可能会有用是吧。这儿怎么放哪儿啊，放这儿啊。哎干啥呢，垫呗。好，我看一下啊，用它是吧，多放点床是吧。哎，这怎么办呢，这样吗，可以啊。还有几个，还有好几个呢。哎还有几个，还有一个了。那这一个咋放啊，这样啊，好像有点奇怪是吧？我看看啊，这样吧，行，反正来回都能走一走是吧？好吧，小伙伴们，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啊！喜欢火焰视频呢，可以点击订阅、转发、评论、点赞，对火焰都是很大的帮助。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啊！又到了开心快乐的火焰提问时间，火焰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咱们在这一层啊，放了多少个床？在评论区留言吧，好不好吧？